这个所谓的开悟哈、哦，你那个重要的开关没有开，嗯，它那个潜能功能就没办法正常发挥出来。虽然万事俱备，什么都具足都具备，但是那个开关你没有开，它就没办法发挥功效出来。大家有体会哦。我们的很多观念之见，你一直固执执着，那个关键没办法扭转的话，就是那个开关就打不开，或是没有开，没有开，你就继续在原来的固执的世界里边。哦，所以真的要让我们的心要柔软啦，要把心打开啦，要开心呢，啊。